这么的可爱。好，那现在呢到了我们揭晓的时间了。谢谢各位评委老师，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各位评委老师，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么辛苦，这么长时间来给他们这么好的真知灼见，让他们在音乐道路上面获得如此多的知识。来，我们一起给老师们鞠个躬，谢谢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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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揭晓了，揭晓的时刻到了。我们从各位十位百位第一轮的时候，我们这三个数字一起来好吗？首先亮颖，你先来，我来帮你。紧张了各位。哎啊，来四个一起好吗？那就四个一起来。3900，3906。好，那九笔唱，九笔唱，好，四个一起来。0840，0840，李宇春，我们来看一下，8308。好，接下来我们的万位数，万位啦，张靓颖，五。53906，好，周笔畅。哎，我心跳的好厉害。770840，好，李宇春。全全。20000，28308。好，那接下来我们十万位，张靓颖，换一只手。好，353906，好，来，27840，好，全全，五，好。深呼吸一下，接下来是最后百万位。好，1353906，恭喜张靓颖。接下来周笔畅，3 2 1，327万，840，好，来，好，好，各位，好紧张，急，好，请现场的观众安静，让我们一起来深呼吸，5 4 3 2 1。352万8308，恭喜！恭喜恭喜，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超级女声年度总决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恭喜01号张靓颖获得了本年度的第3名，恭喜07号周笔畅获得本年度的第2名，恭喜08号李宇春获得第1名冠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2005年度的超级女声到这里就要拉下帷幕了。
我们再一次感谢电视机前千千万万的观众对我们这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衷心的祝福所有爱唱歌的女孩子们，想唱就唱，衷心的祝福你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越飞越高。我们下次感谢大家，谢谢大家，下次再见，谢谢，下次再见，拜拜。